姐妹们三打一水枪来回扫射，大人小孩人手一支水枪，一对道眼就先用水柱问候，没全身湿哒哒可别想走出这个战场。带什么武器来攻击对方？水枪，水枪。小朋友装备齐全，想来点更刺激的，可以挑战这个。高空滑水道快速溜下，水花四溅，套型凉。号称新北最长的40公尺充气滑水道，排队人潮满满满，想滑一次至少排队10分钟。小小孩也有水池篮球可以玩，一年一度新北摇滚水乐园搬进校园，让小朋友嗨翻天。哇，真的超好玩的，很刺激，我明年还想再来。太热了，太热就出来玩水，在家看电视。暑假倒数计时，加上天气热，水乐园吸引家庭客一早就来玩。第一天就有2000人报到，比原定人数1600人整整多了400人，超乎我们的想象。昨天的那个一天整天的人数，然后呢，家长跟小孩子就超过了去年的总人数，这样子。夏天玩水最消暑，全台各大水乐园也寄出优惠方案抢客。六福村只要敢秀出尾鱼肚，或者是穿蓝白拖鞋比基尼，9月10号前入园门票400元有找。剑湖山则主打玩鸟优惠，下午1点过后票价省了100多块。至于力宝乐园马拉湾，则是8月底前购票加100元就能升等水陆双园，一次玩得够。看准今年夏天全台热翻水乐园，抓紧暑假档期冲业绩。金秀黄品汉黄蓉怎么的。